今天下课了，你想回家做什么呢？今天下课了，我回家，吃饭。你想吃什么？是什么？我想吃猪肉饭。今天我妈妈吃猪肉饭。做猪肉饭，做猪肉饭。你妈妈的猪肉饭很好吃，对吗？我妈妈的猪肉饭很好吃。今天下课了，你想做什么？我想吃面条，我妈妈做面条 很好吃。